华严经是释迦牟尼佛明心见性的时候说出他的境界，所以释迦牟尼佛是细说，慧能大师是略说，内容完全相同，没有两样。大方广佛华严经归纳起来，就是能大师讲的五句话。能大师五句话展开来，就是大方广华严经。不增不减呐，那能大师这五句话我们好记呀，要记住啊。第一个，自性本来是清净的，我们今天在座的同学，我们的自性是不是清净？是的，跟佛没有两样。那好像我们自己感觉的染污很严重啊，没错，是很严重。为什么原因？就是因为你有感觉，你要没有感觉你就清净了。那感觉是什么呢？妄念嘛。那佛说得很清楚嘛，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嘛。你能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，你就成就了。你跟释迦跟慧能大师就完全相同了。平起平坐了，入一个境界了。第二句话是自性不生不灭。这句话重要啊。我们现在贪生怕死，那我这个观念全错了。为什么呢？没有生死。生死是什么？是身体。身体有生灭，缘聚缘散呢，自性没有生灭。真正明白这个道理，你不就得永生了吗？你本来是永生嘛。而是你迷而不觉。所以贪生怕死。如果真正觉悟了，他讲本来是永生。人人都是永生。法法都是永生。这个妄念就可以放下了。第三句说得好啊，自性本自具足。真正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真正做到了于人无增，于事无求。为什么？你样样都圆满，样样都具足。自心里头本来具足的嘛，你还求他干什么呢？求就错了，不求就对了。现在这个世间众生迷在财富里头，不知道财富自己本自具足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这都是事实啊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所实现的苦行僧跟大众一样，三衣一钵
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。啊，这经典上有一段这个故事。曾经有人向释迦牟尼佛请教，啊，那是对佛法有一定深度的人知道，佛常住的是宝土啊，十宝庄严土啊，啊，在我们人间是实现的，湖光同尘呐，啊，那么世尊，你能不能把你的十宝图啊，让我们也能看一看呢？那佛就同意了。啊，佛坐在一个草座上面，啊，把腿子放下来，一只脚按到这个大地，叫他看。哦，他一看的时候，就是极乐世界呀。佛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，佛的身相变得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，坐的不是草座，金刚宝座啊，看到的树木花草大地琉璃世界啊，那不是佛变现出来给他看，那是本十宝图就是那样子的啊。他看到之后，佛把脚收起来，又盘腿，没有了。看到佛还坐在草铺的座位上，真看到了众宝庄严呢，它不是不值七宝啊，无量无数的珍宝庄严呢，啊，这自信本自具足，具足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才艺，无量的福报啊，哪要求呢？你怎么能求得到呢？啊，第四句句句重要。这能大师这个就是，这是华严经的精髓啊，自信本无动摇啊，这是什么？大乘教里常讲自信本定啊，没有念头啊从来就没有起心动念过啊。起心动念尚且没有，哪来的分别之处？自心本定，幕后一句，那是起作用，能生万法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全是自心变的。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，变法界虚空界，万事万物跟自己是一体，无量无边诸佛如来从哪里来？自性变现的无量无边的一真庄严从哪来的？还是自性变现的，自性一个没有两个 啊，所以说万法归一，一是自性啊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一多不二啊！学佛的人
能够对这桩事情认知，你真认识了，你真明白了，这在大乘教叫解悟。信解行证，解上你悟了。你怎么能去如呢？那你就得真干。真干叫修行。修什么行呢？把从前所有错误的认知改过来啊。啊，所有一切错误就是烦恼，就是习气。习气难改，先从事上把烦恼改过过来。啊，见思烦恼，见就是我们看错了。思是我们想错了。啊，贪嗔痴慢疑想错了。身见边界，见取戒取邪见是我们看错了。啊，这个东西都修正过来了，这叫修行。啊，其如境界，无论我们在什么境界当中，环境当中，啊，顺境逆境啊，你都得大自在啊，你不受外面环境干扰啊。啊，这是佛法真实的受用。啊，我早年初学的时候，方东美先生告诉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不受环境的影响，这才是最高的享受啊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